接下来公布的是洗漱包的推理线。我还有我，洗漱包里面的粉红色液体是什么呢？洗漱包是啥？沐浴露。在隔壁的院子里就有一瓶洗衣液，与洗漱包里的粉红色液体是完全一样的。太显眼了。院子里还有一盆脏衣服，用洗衣液清洗邻居家的脏衣服之后这个过分了，院长，这个过分了。我自己的衣服都没洗。不是，谁会想到去洗？怎么想不到？我都去捡垃圾了，凭什么不能洗衣服？清洗邻居家的脏衣服之后，可以看清四件格子衬衫的样式。在邻居家的车库里，有一张全家福。与全家福对照之后，会发现清洗的格子衬衫中只有一件出现在了照片上。在院子里可以找到与这件衬衫搭配的裤子，这条裤子的口袋里有一本 A3 驾照。 A3 是开什么的？大卡车？货车吗？就是公交车，什么那个卡车、货车，应该就是 A 照。驾照的封面是一朵莲花。又是莲花？蓝莲花。哪里有莲花呀？关键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个地名叫莲花塘，有个公交车站的，都和莲花有关系。莲花清瘟胶囊。等一下，那上面还有莲子呢。不，还有水洒，那也叫莲花呀。